有一天，他载了很多回收物，骑到大沟边，正好又遇到嘲笑的那群人。忽然间，他竟然翻车了。那些人大惊失色，眼看他连同车子整个就要掉入大沟中，而他老人家大声地念出阿弥陀佛，刹那间就像被扶住又飞起腾空一般，他竟然飞到大沟的另外一边安坐着。非常奇妙的是，本来将要掉下水沟的车也好像有一股莫名的拉力，竟然又恢复安立在水沟的原来这边，没有倒落。他人和车子都安然无恙。这一幕使得目击者目瞪口呆。他说：“阿弥陀佛，把我扶住。”那些人眼看着念佛的飞跃，也觉得不可思议，心服口服而深有感触，肯定了念佛的力量和环保的功德是不可以嘲笑的。阿弥陀佛不舍一人的度化，使大家不再嘲笑，也渐渐参与了。有些人在分类回收的垃圾时，偶然会捡到一些小孩的尿布等等脏东西。捡到的人有时因为整理的太疲劳了，就会感叹说：“哎呀，怎么连这些脏东西都捡来回收厂呢？”欢喜菩萨就说：“收到这些尿布，我们也是要很欢喜哦。我们另外把这些集中起来送出去，做这回收必须要越做越欢喜才好。”有些人在分类的时候也会边做边感叹说：“哎呀，丢的人真是没有道德。”但是欢喜菩萨就很欢喜地说：“并不是他们没有道德，而是我们没有告诉他，所以他们才不晓得。”欢喜菩萨全家都很欢喜地做这件工作，被太阳晒黑了也不计较。冬天里冷风嗖嗖，还是用欢喜心去做。甚至他背着孙子还是认真地做。傍晚蚊子很多，他的孙子被咬得满脸都是包包，他还是那么欢喜地坐下去。有一次，欢喜菩萨夜里做垃圾分类做到12点多，而隔天一去到回收厂，发现所有已经整理好的分类品被一个精神病患全部又搅乱了，而且被乱绑乱堆，堆得乱七八糟，又绑得好紧好紧。欢喜菩萨看了，不但一点火气都没有，可以说是一心不乱，而且还是温和微笑，真是安住在无所得心，大悲心。那位曾经暴力伤人的患者还在那儿随意自在地分类，欢喜菩萨合掌笑着对他念佛，称他师兄。那个人不曾受到这种又柔软又欢喜
亲切的电波，竟然很安静地问他说：你叫我师兄，那我要叫你什么？叫你师姐吗？欢喜菩萨说：对对对，你做这回收工作做得很好，我们一起来做，捡一个罐子，念一声阿弥陀佛。那个人竟然也乖乖地跟他念佛做分类。村子里的人都很担心，要他提防那位患者可能会忽然狂暴打人。但是仁者无敌，凶猛的狮子碰到柔软的阿弥陀佛，自动就变成了绵羊了，不战而降。一个人降服得了自己的烦恼，真的就有那么大的力道，使人自动降服。有一天，他远行出外到台北，半夜里听到下雨的声音，就赶快打长途电话给孩子们说：我听到外面下雨的声音，很欢喜，但是想到回收厂的纸板没有遮盖，请你去盖好。孩子听了就笑起来说：妈，这里又没有下雨。由这个小插曲，就知道他的心真是日夜都为了大众着想。他的大公子和媳妇都是逢甲大学环保系毕业的高材生，而且真的是身体力行。大家开玩笑说，欢喜菩萨是环保教授，他们一家是环保之家。有时假日里，他的公子、媳妇和小孙子都一起做垃圾分类。才两岁多的小孩就会做分类工作，他也能捡一个罐子，念一声阿弥陀佛，一个晚上可以捡上百个宝特瓶呢。你问他说他捡罐子做什么，他就说救人。我们只要想到天下有这么一家人，要乱丢垃圾就下不了手。他的媳妇是环保系的硕士，而且真的是躬身实践的。当她怀孕的时候，挺着大肚子，夜里还在回收厂做到12点，甚至连生产那天也不例外，做到半夜12点多，半夜2点临盆去住院，在弥陀圣诞日产下了可爱的婴孩。平常他一大早就起来，先扫公共的大马路，再扫自己家的院子，内外整理得非常光洁。万一有事要出远门，他前一天晚上就会先把马路扫好。在忙得不得已的时候，他会只扫公共的马路。他可以说是以为大家清洁为己任，而且扫得很欢喜，人又谦虚。甚至有的人看他常常扫，已经习以为常，有脏的地方还会指着叫他过去扫，他也欢喜地去扫。碰到慈善公益事业，他一定热心从事。
附近有些孩子因为家庭破裂缺少温暖，他也能够义务地为他们辅导功课，又很亲切地侍奉来他们家里所有的老人家。附近的孩子都称呼他为好心的婶婶。欢喜菩萨的儿子形容说，我妈妈本来就很会笑，这下子娶个媳妇更会笑，两个人一起笑得更开心更厉害了。这可能是最快乐的一对婆媳吧。欢喜菩萨逢人就称赞他的媳妇很乖很棒很会煮菜，客人称赞菜好吃，媳妇就说是妈妈煮的，欢喜菩萨就说是媳妇煮的。一块萝卜糕煎得焦黑了，欢喜菩萨还是很高兴，他说，我太欢喜，把萝卜糕都煎得黑点了，真好笑，还是媳妇比较棒，煎的萝卜糕都很漂亮。反正他不管是发生什么事，好事坏事，逆境顺境，他都能够趁机修一番功德，趁机欢喜一番。在30年前的农村，还没有人用牛奶喂婴儿，大家都是喂母奶。当欢喜菩萨的孩子还需要喂奶时，同时邻居也有几个年龄相似的孩子。每当他由田里回来的时候，只要看见有孩子哭，就喂那个孩子，常常把自己的孩子排在最后喂奶。人家笑他说，自从长眼睛没看过像你这么傻的妈妈，万一先喂别人的孩子，让自己的孩子没有奶吃，那怎么办啊？欢喜菩萨听了只是天真开朗地笑着说，不会耶，奶水自然很多，好多孩子一起喝也喝不完。欢喜菩萨认为，只要是孩子饿哭了就很可怜，就应该要去喂他，不论是谁的孩子都一样。这种清净平等慈悲的心和佛是最相应的，他虽然都先喂别人的孩子，但是他的孩子也没有营养不良啊，相反的，每个孩子都又高又壮，一表人才，又很乖忠厚老实，而且勤劳，从会走路开始就会帮忙种田，个个都很优秀又很孝顺。现在他有了孙子，他以坚定的信心笑着说，孙子一定会和孩子一样乖的。果然孙子出生之后，在婴儿室里面所有的孩子都哭，只有一个很安静的，就是他的孙子。他拜佛的时候，把孙子连摇篮也带去拜。孙子还小的时候，他抱着拜，甚至背着孙子拜。孙子很安静，一听到阿弥陀佛就笑。到4个月大还不曾哭过，不曾掉眼泪。因为全家都充满了欢喜行善的气氛，胎教优良，孩子个性就很温顺。他们的家从来不为孩子该怎么带来起争执闹意见，他们也不用种种负面的情绪用担忧烦恼来带小孩，他们都用光明欢喜的信心鼓励孩子，来感召光
光明欢喜的事实。他们懂得用好的心念来造成好的事实。欢喜菩萨46岁的时候才上小学1年级，他学写造句，老师问如何让一家人都很快乐，他就回答说自己每天要笑嘻嘻。他真的做到了，就像点燃了一炉香，到处都散播着芬芳。欢喜菩萨并没有诵过《华严经》，但是他却能活用《华严经》的普贤恨愿品十大愿王，在他的生活中，他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礼敬，就是礼敬诸佛，因为众生都是未来佛。所以对每一个众生都应该礼敬。有一次我亲眼目睹了一件事，才了解他礼敬诸佛的精神。那天有一位老婆婆到他家去，进了门一脸生气不高兴的样子，他就很亲切地招呼老婆婆请她坐下，而且请吃萝卜糕。老婆婆就没好气地回答说我不要吃。她又说不然就吃葡萄，于是把葡萄剥下了皮，甚至用牙签把葡萄籽都挑出来，这样恭恭敬敬举到齐眉的高度送到老婆婆的面前。老婆婆还是很生气地说我不要吃。接着她又问别的东西，就这样每样东西都问她说请你吃这个请你吃那个，不然吃这个不然吃那个。但是老婆婆都一副不高兴的样子，我在旁边看他这样一共问了13次，每次都恭敬地问。当第13次的时候，这老婆婆忽然间笑出来，笑得很开心，好像一朵花开起来一样，转头跟我说啊，我每次到他家，阿花都这样对待我，比我的儿子媳妇对我还好，还孝顺。老婆婆笑得很开心，先前那个不高兴的模样好像都融化掉了，也好像云开了出太阳。我心里想，原来这老婆婆必须要劝请13次他才会高兴，要是遇见了我，最多3次之后，就想他今天可能肚子不饿，不会再问他了。只有欢喜菩萨了解他，知道他心情不好，需要人家安慰关怀，所以一直非常恭敬地对待他。他不管对方给他是什么脸色，他耐得起别人的坏脸色，耐得起别人的坏言语、坏音声，他还是不改变自己的礼敬，不改变自己的慈悲欢喜。就这样，不欢喜的老婆婆也变得欢喜了。我们看到普贤恨愿品中
说礼敬诸佛，要念念相续，要没有疲厌的感觉。可是说实在，当我们礼敬的心被人家浇了冷水之后，很少能不疲厌，很少能够相续下来。当看到欢喜菩萨这样，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表情、脸色、言语，他都能够善于护持、护念自己的礼敬诸佛的心，真是非常的感动、尊敬啊。普贤十大愿王的第二大愿是称赞如来，称赞如来也就是称赞众生的佛性，称赞本有的性德。众生都是有佛性的，也都有合于佛性的言行举止。当见到人们有合于佛性的言行举止，就很真诚地称赞。还有经常称念那摩阿弥陀佛，也就是在赞叹佛的无量光、无量寿、无量清净、慈悲欢喜。欢喜菩萨他常常一开口，不论对老人、小孩，都是称赞他们的长处和优点。别人有什么好处，他就很欢喜地欣赏、称赞他。他很善于鼓励大家行善，善于启发大家的佛心。我们从来没听过他在背后批评或是嫌弃哪一个人或哪一件事，他都是用称赞、鼓励的方法，包容、接受、欢喜。普贤十大愿王的第三是广修供养。广修供养就是很广泛的用身、口、意，用物质精神来供养大众，供养诸佛乃至一切众生。欢喜菩萨他随时都准备了很多自己种的水果、蔬菜，自己亲手做的东西，准备招待来到他家的每一个人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那欢喜的面容、欢喜的笑脸，这是最难得的供养。他用广大的欢喜心来供养大家，他不管为人做什么都很欢喜，很欢喜地用自己的体力来供养别人，为人服务。他也很欢喜地用言语来引导大家一起行善，解开大家的烦恼，这是言语的供养。讲到广修供养，还有一个笑话，大家由这个笑话可以了解他们夫妇广修供养的心。他们的油菜田有一天来了一群人，那些人从车子里下来，直接就到他们的田里去摘油菜。他的先生在田中工作，而那群人视若无睹，竟连一个招呼也没打，就自动去摘菜。他就问他们说，是谁叫你们来摘菜的？那些人理直气壮地回答说，这是阿花他们的田。哎，好像是阿花的田就可以任大家来采的。
他的先生听了也不说话，倒是来的人问他说：“你是阿花的什么人啊？”他先生很幽默，他没有承认自己是主人，免得人家不好意思。他只笑着回答说：“我是给阿花做长工的，我已经让她雇了二三十年了。”他告诉大家：“你们摘菜没关系，不要把田踩坏就好了。”第四个道愿是忏悔业障。真正的忏悔就是知道错了，永远不再犯。欢喜菩萨当他知道某一件事应该要怎么做才对，他就会立刻很欢喜地改进。他都是说自己不会，自己不好，不会去说别人不好。第五大愿是随喜功德。欢喜菩萨当他知道别人有什么功德，他都很欢喜地参与，欢喜称赞，也很欢喜地投入。比如说环保的工作，他也是知道正言法师在提倡，他就很欢喜随喜投入。以前我听老师讲经，说到随喜功德，这是最便宜最容易修的，因为别人可能是费很大的力量才修了功德，我们只要身心真诚，一念随着他欢喜，为他庆幸，庆幸欢喜他，以此功德能够早成佛道，广度众生，离苦得乐。这样就等于和他同等功德了。因为别人修功德，就好比在放光明，我们一念随喜他，就是和他同频率共振，进入他的光圈，和他共享光明，共享福报，这是何等美好又容易啊。然而世人常常被嫉妒的心所障碍，宁可呆呆地受嫉妒之火的煎熬，也不肯随喜称赞。这就好比别人放光的时候，自己偏偏闪躲到一个阴暗又发臭的角落，这是多么不幸的可怜人。第六个道愿王是勤转法轮。勤转法轮就是请善知识讲演佛法，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在内心中常常都运转着佛法，用佛法的轮子碾平一切的烦恼，这是请自己内心的佛来转法轮。欢喜菩萨很会运用时间来听佛法的录音带，即使是十年前听到的一句话，他都能够时常在内心启用，运用自如。很多人内心常常生烦恼，好像常常转着垃圾车，而他是常常转着法轮，让自己让别人都很欢喜。他虽然是小时候没有读书，
可是他却会教导生烦恼的孩子说，我们要有大爱，要有伟大的爱来原谅别人。十大愿望的第七大愿是请佛住世。原来的意思是请求佛陀，请求菩萨善知识能够常常住在世间度化众生，而深一层的意思是当我们内心的贪念、生气、愚痴这些烦恼升起来，就可以说是内心的佛灭度了。而如果戒定慧升起来的时候，就是佛又出世了。所以请佛住世，也就是保持戒定慧常在心中。我们平常人动不动就爱发脾气，就容易起贪心，处处都不明因果。而欢喜菩萨邻居一位老太太告诉我说，她认识欢喜菩萨将近40年，从来没有看过他生气，随时看到他都是笑嘻嘻的。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可以说是我们的欢喜佛、慈悲佛都灭度了。而他的欢喜佛能够常常住世，住在心中，他不起贪嗔痴，常常保持佛在心头，这就是请佛住世的大愿啊。第八个大愿是常随佛学，就是经常跟随佛学习，佛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，佛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。欢喜菩萨他只要听到一句佛法，他就会尽心尽力去把它实行出来。10年前听到的一句话，他都可以力行不断。以前我常听老师说，会讲的人不如会听的人，会听的人不如会做的人。他就是会认真去做的人，而且做得非常欢喜。第九大愿是恒顺众生。每一个人都有对自我的执着，认为自己总是对的，是好的，所以不肯顺从别人。恒顺众生就是要转变，消除掉我们自私坚固的执着。有些人虽然能力很好，但是一开口就是忤逆别人的意思，一开口就是和人唱反调，好像要唱反调才能够表示自己比别人高一筹。其实只有表现出自己的傲慢心很强，我执坚固，没有包容性。菩萨的心很柔软，包容性很大，就像海能够容纳百川，也能够随顺众生来调柔教化众生。因为随顺就给人欢喜，给人方便，就能够随顺众生
教化众生。欢喜菩萨就有这样的特色，他的心地言语都非常的柔软，让大家欢喜接受。十大愿王的第十是普皆回向，就是从第一大愿到第九大愿所修的功德完全都回向给众生，希望众生同生极乐国，一起成就佛道。欢喜菩萨可能是宿世修来的善根，因为他根本还没有机会听到《华严经》的十大愿王，但是他在生活中就靠着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就可以活生生把这些都实行出来，展现出来了。假如忽然间天下雨了，他就主动地去帮忙附近的人收好晾在外面的衣服，因为他这样待人，所以一千人念佛，大家都欢喜接受。村子里好多人告诉我说，我们都跟他学，但是他的度量我们学不来，他实在是有量就有福。一位70多岁的阿婆说，自从她嫁到这家来，我看了她这么多年，没看过她生气，天天笑眯眯，她都教我们要欢喜不要生气，我也尽量跟她学。阿婆还说，她教我们走路要念佛，走一步念一声佛，就是种一朵莲花。附近很多人也欢喜和他一起拜佛。欢喜菩萨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到每个人都觉得很欢喜。这种心境真是不简单，真是美好。他不用挂佛教的招牌，大家都喜欢跟他学佛念佛，因为阿弥陀佛的欢喜光充满在他的脸上，这是最好的招牌。从孩子很小的时候，他就不断地教孩子，手要做好事，脚要走好路，嘴要说好话念佛，心要想阿弥陀佛。连附近的孩子都背下来这个做人的总原则。邻居有位小女孩接受了她的教导，回去就问妈妈说，妈妈嘴要做什么呢？她妈妈回答说，嘴巴就是要吃饭的。小女孩说，妈妈你说错了，阿婆说嘴要说好话要念佛。这妈妈听了也恍然反省自己，可能有些人活到一大把年纪都不曾好好运用过嘴巴来说好话来念佛。村子里有小朋友写作文，题目是我最要好的朋友，他写他最要好的朋友就是欢喜菩萨。父亲有老人家快要过世之前，最后也希望来看他，和他一起念佛。欢喜菩萨所到之处都散播着欢喜的光，进到他家里自然会受感染，手会做好事，嘴会说好话，会念佛。他说，假如周围有人
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佛。假如家里都没有人，我就自己一人把整个房子念得很热闹。有的朋友们学佛吃素了，为了劝家里的人吃素或学佛，搞得很不愉快。而欢喜菩萨是如何呢？当他的媳妇第一次怀孕的时候，一般人总有坐月子的观念，他先生也不例外。欢喜菩萨的先生在田里面围了一块地方，打算养些鸡鸭给媳妇进补用。欢喜菩萨说，他看到先生既然已经开始钉铁钉，钉得很高兴了，他就不讲他，让他去欢喜，而自己默默一直诚恳念佛拜佛。结果鸡鸭还没有开始养，他的先生半夜里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杀了50-60只的鸡鸭，很恐怖，而且到处去送人都没有人要，从梦里吓得醒过来。一醒过来就向欢喜菩萨说这个梦境，然后自己决定说，我还是不要养好了。这真是佛力加倍，感应道交。欢喜菩萨都是用至诚的心给人欢喜，他只要求自己做好，从不勉强别人，凡事都是不动干戈就治太平。而因为他一念的诚心，自然感人，也感动佛菩萨，佛力加倍。他先生自己做了个梦，就有所领悟，他一句话也不用说，先生就再也不养鸡鸭，也不杀鸡鸭了。当姻缘成熟了，媳妇坐月子的时候也是很发慈悲心，不肯杀生，也不吃鸡鸭进补。他坐月子的时候只吃一些坚果类，像核桃、腰果、杏仁等等做的麦果泥，气色还更好，更加美丽庄严。医学上来讲，用素食坐月子是最合乎身心灵健康原则的。他们所种的水果送到市场上去卖，箱子上只要写他先生的名字，很快就卖完了。因为认识的人都知道，他们把不好的留给自己吃，好的才去卖。而且箱子里的水果上面和下面的是一样好，还可能是越下面的越好，和他们的心地一样。有人问欢喜菩萨的先生说，您是怎么样娶到这么好的太太？他笑着回答，我是打灯火去找的。其实他们结婚前根本不认识，只是凭着自己光明的心地，老实忠厚，天天修福报的努力，互相感召来的。因为大家彼此都越来越有修养，所以相处就越老越和乐。他们之间相处的奥秘，就是他们不要求对方什么，只有努力尽自己的本分，做一个照顾别人、关怀别人的人。而且大家一见面都是一副欢欢喜喜的样子，谈起话来两三句就会说一句，这样很欢喜，这样很好。
你如果听他们谈话，就会发现其中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台词是就欢喜就喝，很欢喜，很好，一切都很欢喜，一切都欢喜接纳，一切都很感恩。有些佛教徒认为这样好的夫妻和家庭恐怕会升起彼此贪恋的心，以后往生西方可能会有障碍吧。事实上可能正好相反，我相信他们越老越和乐，然后全家都会同生极乐国。因为由生前的气氛就可以看到未来，假如说大家生前一见面就互相看不顺眼，你嫌我不好，我也嫌你不好，彼此相处得很苦恼，这样说以后能同生极乐国恐怕不大相应。其实讨厌就是一种反面的贪恋，互相讨厌也是一种贪恋，而且互相讨厌会同生极苦国，不会到极乐国。他们这个家庭不论为家人或是朋友助念，都是难得一见的诚恳。在欢喜菩萨的领导之下，大家也能够遵守佛教的仪式，助念八个小时。欢喜菩萨本人甚至可以念到昼夜不停，而且是跪着念。不管是多么至亲至爱的人往生，欢喜菩萨都很坚强地擦去眼泪念佛，也为大家擦去眼泪，勉励大家要帮助亲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是最难得的法情，把世间的情爱都升华了，化为同生极乐世界的道情。有一天他的先生问他说，你下辈子还要不要嫁给我？您猜他怎么回答？他笑嘻嘻地说，我带你们一起回西方极乐世界。他可以说是不假思索，一开口就答得真好。他能够很欢喜邀请先生一起去拜山，他先生也欢喜答应一起去。下雨天大家五体投地，拜得全身是泥巴，还是很欢喜。虽然彼此在欢喜中，最可贵的并没有什么贪恋心，还是希望同生极乐国。这种在逆境当中没有嗔怒还能够欢喜，在顺境当中也不贪恋，正念分明的境界真是非常了不起的。有一次欢喜菩萨的先生骑车不小心撞到一只小狗，把小狗撞伤了，腿骨折了。他们赶紧把小狗送医院，拜托医生要给他打保护脑子的针剂，
要赶快开刀把骨头接好，以免小狗以后跛脚。当那小狗痛得流下眼泪的时候，欢喜菩萨就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在旁边一直安慰他，向他道歉、忏悔又念佛。小狗的主人说：“哎呀，小狗又没有那么高的价值，不必为它花那么多的医药费，不必为它医治了。”而欢喜菩萨夫妇都说：“无论如何，我们要把它医好，不然小狗以后跛脚，不能走路，好可怜。”他们不但很愿意帮小狗花一两万元的医药费，还天天去照顾他。他先生做工下班一回家，就问：“你今天去看小狗了吗？”我们社会上有些人开车撞伤了人，甚至撞死人，都自己逃走不管的，而他们能够这样慈悲平等对待一只狗，真是可爱，可爱到连兽医师都受到感动，自动地把医药费减半。有一天，一只流浪狗又黑又脏地来到他家门口，欢喜菩萨一看就跟他说：“阿狗啊，阿狗啊，因为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所以我就叫你阿狗。阿狗，阿狗，来，我帮你洗澡，洗得很干净，很香，你的主人就会很喜欢你，很疼你哦。”他对来到门口的一只流浪狗，也像碰到亲戚好友一样。还有一次半夜里，打雷又下雨，他们的大门突然打开了，他跑到外面去，人家还以为他媳妇半夜要生产，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他是在大雨当中，听到远远有一只狗，好像很怕打雷的声音，怕得在惨叫。他一听到，从睡梦中起来，就赶快跑到外面，冒着大雨把小狗抱进来。他的慈悲柔软，到连半夜在睡梦中也能清楚地感受到远处一只小狗在雷雨中的恐怖，而且欢喜地一跃而起，好像要去救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把小狗抱进来安慰他。欢喜菩萨的小女儿告诉我她小时候的一件趣事。她小时候和妈妈手牵手去参观一个商展，在人潮汹涌之中，一不小心就和妈妈失散了。茫茫人海中，要如何找到妈妈呢？这聪明又心静的小女儿，平日在妈妈慈悲欢喜的气氛中熏陶成长，在失散的那时，她既没有哭闹，也没有惊慌喊叫，她了解妈妈的特色，就是欢喜的笑声。
他知道怎样在人潮中找到妈妈。于是小小的孩子就静静地伫立在拥挤喧哗的人海中，凝神谛听哪儿有妈妈的笑声。终于他听见了，他闻见了欢喜的笑声，循着笑声就真的找到了妈妈，见到快乐的慈颜。不必哭，不必怕，这就有如念佛闻佛名号的感应道教。小女儿这段故事给了我很深的启示。一个妈妈有美好的笑声作为她的特色，一个孩子对妈妈的美值特色也有深刻的体认和传承。所以在城市喧嚣当中，在百千杂音中，能够凝神谛听，独独专注听闻那亲切欢喜的慈母之音，我们念佛闻佛名号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无量寿经有一句经文，释迦佛问弟子们说，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？阿弥陀佛慈悲欢喜的法音随时遍布在宇宙虚空中度化众生，然而我们听闻了吗？我们能够循着音声找到佛吗？尘世中千万种杂音，是否阻隔了佛的大音宣布呢？是我们的心被种种杂音吸引诱惑了，以至于听不见佛的慈音吧？是我们忙着听无聊的杂音，以至于无暇安享佛音吧？欢喜菩萨的小女儿能以专注的听闻超越千万喧嚣的杂音，就能在心的宁静当中闻见亲切的笑声。有好多人误以为学佛要紧绷着脸才是用功有道气，他们不知道有一部佛经叫做《佛说造相量度经》，这是佛教我们怎么造佛像，指示我们造佛像尺度原则的经典。其中讲到塑化佛口的原则，佛的嘴角必须要向上，有如含苞待放的花朵，常常有美妙含笑之容。甚至还警示大家说，造佛像忌讳嘴角向下，如果把佛像塑造成嘴角向下，这是有过失不吉祥的。为什么呢？佛像是精神的表征，是代表佛法，
也是做示范教学用的。佛是教导我们要谨慎，要精进，但不是嘴角向下，表现出紧张绷紧的样子，而是要柔软欢喜地检讨自己，改进自己。佛是教我们超脱世俗的烦恼，但不是嘴角向下，表现出看不起世俗的傲慢和不满，而是要慈悲欢喜地度化世俗。如果我们待人处事嘴角向下，众生看了当然不欢喜，就绝对不吉祥。这是很容易在生活中可以验证的。恩师上忏下云法师常常提醒我们，念佛要学佛面安详微笑，怎么个个愁眉苦脸咬牙切齿？佛经上明明说，佛是欢喜光、解脱光、安稳光。如果念佛念得愁眉苦脸咬牙切齿，紧绷着脸，浑身又硬又紧，这样的心态要和佛柔软的欢喜光相应，真是很难的。我们由字的形状表面来看，笑并不是绿竹的夭折，而是让内心的绿竹能够超出于青天之上，和无限的虚空佛光合一，在一笑当中可以超越原来的紧张执着。我们大家就是误把人世虚幻的假象当真，所以紧张的笑不出来。说来，我们只有看见假象，错认了假象，并不认得真理真相，所以说是认假不认真。真正认得真相的人，不会被烦恼和假象蒙蔽，所以他笑得出来，笑得解脱自在。当年释迦牟尼佛在灵山说法，有一位大梵天王献给佛一朵金色的菠萝花，而且他舍身为床座，请佛坐在他的身上说法。佛就登座，捻起了那朵花。在场大众只有大迦舍尊者露出了会心的微笑，只有他在微笑中领会了佛心，成为传佛心印的禅宗初祖。其他的人都还莫名其妙笑不出来。我们是被什么烦恼绑住才笑不出来呢？我们是在执着什么笑不出来呢？佛解脱自在了，所以常常能够嘴角向上，有美妙含笑之容，恒常不失欢喜，带着笑容安慰众生，使众生快乐。原来笑是妙法，笑也是治疗。有一位林学长，他
患了六年膏肓痛。他到了欢喜菩萨家，愉快地笑了半天，感觉一股快乐的热气直通过他的痛处，震开了痛点，气脉通畅，多年的疼痛一扫而光，真是笑出了解脱欢喜。西方极乐世界有很多成愿再来的菩萨，在各处以种种方便度化众生。我凡夫俗子的眼睛是看不出来到底谁是菩萨，但是打从心中肯定，这就是我愿意虚心向他学习的菩萨。现在这一生他所到之处都充满了欢喜念佛、欢喜行善的极乐气氛，相信未来也必定生在极乐世界。但愿有缘听到欢喜菩萨故事的每一个众生，都能够和他一样慈悲欢喜念佛，也但愿有缘听到他们故事的每一家人，都能够夫妇和顺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相处和乐，同生极乐。从现在乃至永久的未来，都永远慈悲欢喜快乐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阿弥陀佛是欢喜光，心情苦闷，念佛自然欢喜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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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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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